生乐女。家老儿，速速下马受降吧，我饶你不死。这真是个笑话，受降？呸，做你的美梦吧。洒家老儿，这几日你们舍卫城伤亡惨重，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打了吧。放心吧，舍卫城的士兵永远比你们鹿野院多一个。何人吹号休战？陛下，王妃生下一个王子。何人吹号扰我居心？大王，王妃刚生下一名公主。洒家老儿呀，如此好事不如再添一件吧，我们停战和亲吧。这和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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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罢，想我兵戎战场多年，操劳国事，也累了，和亲正合我意。大王，公主还没取名字呢。既然我的女儿给我带来了和平安乐，就叫她生乐女吧。生乐公主，生乐公主，生乐公主，生乐公主。公主呢？公主刚从京堂回来。父皇，我获得不还果了。什么？不信你看。漂亮呀，好壮观呐、我获得不还果，希望父王能让我出家修行。哎，你要出家我也无权干涉你，可你刚出生时我答应了范氏国王的停战和亲，现在反悔恐怕会引起两国之间的事端呢。这事儿就由我来处理好了。那是谁来了？世尊您好。世尊您来了。大家好。这位是舍卫城洒家国王的女儿生乐公主，她今天是来和我们鹿野院的王子结婚的。不会的，她会带着王子到几孤独园里一起出家受戒。这老汉不知。婚礼开始。慢，我不要结婚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生乐，你怎么可以悔婚呢？并非是我有意悔婚，只是我已获得圣法。这是。这是我获得不还果的法力，我不愿再生活在红尘美梦里，请答应我出家。你出家可以，但要带着我一起出家。
好，晚上你和我一起去几孤独园拜会世尊。那结婚仪式还进行吗？我们都出家了，还结什么婚呀？快进去吧，世尊已经知道你们要来了。谢谢。谢谢。世间一夜而转，友情一夜而转，友情为夜所缠，犹如车之一轴而行。请世尊慈悲摄受，我们愿意出家受持境界。好，你们的愿力已经成熟，可以在我的座下出家，并证得阿罗汉果位。多谢世尊。多谢世尊。